教你如何申请 WSP 4.0。第一步，输入网址，点击这里。第二步，填写行业领域，点击这里，选择行业领域。是否有注册过 PSU？ 如果没有，选择公司所在州属和填写雇主代码，点击这里。第三步，填写资料。填写收入减少说明。第四步，上传所需文件。第五步，打勾确认会遵守所有条规。填写名字和身份证号码，点击这里成交表格就完成了。